短期的考试啊，作为寒窗苦读十年的我们，为你们准备了课本声控仪。抽到史莱姆的人呢，就可以在可爱的冰淇淋里面选择做泥材料；抽到紫天懒雕的人，只能在臭臭的爸爸马桶里选择材料。失败人呢，就会在评论区抽取一个任意的问题，在下一期视频开头进行回答。如果有什么想问我们的，赶紧留言。这么多门功课，你们最讨厌哪一门呢？语文，我们要选自己最喜欢的功课。那当然是非音乐课莫属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语文，超级喜欢看书，尤其是机器猫小叮当。喜欢看漫画直说嘛，还是那么隐晦。开锅！啊，我的是清洁软胶哎。我是蓝色星空史莱姆。小公主，我来了。好可爱的冰淇淋，让我抽一个。我的是一个粑粑，这边写着粑粑粘土。我的是一个巧克力味冰淇淋，这边写着亮粉。材料出来。哇，我粑粑粘土颜色还挺好看的，是蓝色。我的亮粉是绿油油的绿色哦。第二局，石头剪刀布，我先选。最讨厌的功课当然是外语了，背不完的单词，记不完的语法。我当然要选数学了，几何图形，什么圆周率，太难了。外语我要错爆你。又是清洁软胶，戳你。我的又是一份史莱姆。马桶也许也有好材料，我就自己安慰自己吧。我的是一个绿粑粑，我的是一个柠檬冰淇淋，因为后面写的淀粉，糖果海绵。我的也不差，我的更好。选自己最讨厌的功课，我先来。化学公式背难背了，就交给你站起来对吗？我让你取一头五千米长跑，跑了个上气不接下气。终于抽到一份史莱姆了！体育是我快乐，体育是我健康。还是一盒史莱姆哦！终于可以抽冰淇淋材料了！哇，我是一个三色球冰淇淋，它的背面浇水。我的冰淇淋也很可爱的哦，是一份变色龙粉。不一定，我的生物就没及格过，我要抽爆你！历史的路实在太狼狈了，我也要抽爆你！太解压了，可惜是一份清洁软胶。看你脑壳！怎么我也是个清洁软胶啊？我抽一个，我也抽一个，宝宝。我的是牙膏，不过牙膏也不错，可以代替干牛来使用。我的是呕吐菌，里面会是什么恶心的材料啊？哎，里面好像是水蜜雪，82年的胶水，加入冰冰的散粉。最后再加一点点的牙膏，搅拌均匀。绿色的亮片好像绿野仙踪哦。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用木薯淀粉做一份透泰泥。淀粉全部倒进来，我们加点温水，把它搅成糊糊。我的淀粉透泰就做好。我们博主也偶尔会翻车嘛，没关系，我还有粘土和水变雪，用这两个材料也许能做出一份很特别的史莱姆哦。变色龙粉，然后我们再把水变雪挤进去，看到吗？立马变成雪花了。把粘土放进去揉捏。最后好像变成了一块粘土雪花泥，我们试试它拉伸性。什么鬼泥呀、啊？汤圆雪花，被你博主又翻车了。你翻车，我可没翻车。我的绿野仙踪泥超级的完美哦，我的金属丝光芒就是你的小肉肉，带着仙气瀑布，卷着噼里啪啦小花花。一定要手下留情哦，我才越想越好。你啥狗眼光啊，又买脆泥，而且还死灰死灰的，我没改造的吗？你动什么手？是你先动手的，让他们先放。1、2、3，你放，你不要被放吗？是。这次改造脆脆泥呢，我们就不抽材料了，要蒙眼摸材料，摸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一人可以摸4次材料。这一次呢，既有仙气材料，又有其他材料，既有化泥神器，又有成型妙计。剪刀石头布，我一放我先选。在选择之前，我把顺序打乱。你好吗？你是在搬家吗？位置已换完，开始选择。我的幸运之手要来抓材料了，抓哪一个呢？我抓最远的吧。外来和尚好念经，我要这份第一个材料。第二个材料，我怎么听到有人窃笑的声音？第三个，哎，好轻啊！来一个 C 位出道吧。哇，这个跟我哥肯定是好的。选择完毕，居然选了辣椒粉！我前三个材料那么好，最后居然选了辣椒粉。该我选了，慢点，选择之前我要帮你来一个排山倒海换位置。排列完毕，请选择，赐予我好运吧。好，第一个，分布感觉好重啊，选个离我最近的。第二个，我觉得这点应该是个好运，放到他那边。最远的那个，第三个，再
小娘女儿，变得跟一块冰一样，紫色就像一块紫水晶一样，粉色的也好仙气哦。听你的气候，颜值还是蛮高的嘛。空气管珠来一波，来点可爱的迷你水果切片，去泡只会让你变得更脆。不能再撒上椒盐辣椒，总感觉自己在做一道甜品。不管了，把它们揉合起来玩。哇，好扎手啊，而且超级硬，很难揉进去，最后变成一个水晶麻团，而且还边玩边掉渣，太脆了，一点辣身性也没有，一捏就碎开了，太高失败。让我提醒感应到达，我会发现水晶糖果，母亲妈天的黑水，但总比没有化泥材料强，黑水的黑水也是化泥的哦，先给他们洗个澡。洗出来的泥瞬间就变软了，可以拉成一张小面膜哦，两个小花花。加入同色系蓝色亮粉，再来一支小畅儿点缀，混合均匀。哇，畅儿好扎手，改造的你好像一颗琉璃石啊，捏起来也很解压，柔韧性比之前好了不止一倍，出现了好看的金属丝光芒。虽然你的泥改造很成功，但是它扎手啊，扎手也比你的脆水泥好玩。小可爱们，你们再来猜一猜，我们琪琪姐姐一共用了哪几种颜色的马卡龙泥呢？小杨，你又败家了。什么呀，我用超便宜的价格买到了牛头胶的替代品，得力史莱姆套装。我可以油不打草稿，牛头胶可是贵族胶水啊，你这个套装才多少钱？20块钱。那你怎么比得过牛头胶呢？不信的话，那我们就做份泥来比比试试。比就比，牛头胶啊我也没有钱买，但是我用手感同样非常棒的故宫胶水跟你 PK。 特简单，就是加入胶水，故宫胶是这种微黄色，然后呢加一那么一丢丢的甘油，搅拌均匀，少量多次加入成型水。故宫胶做泥呢需要一点耐心哦，因为搅拌时间会有点长。套装里面呢有一瓶白胶，还有一瓶透明胶，最重点的是它配有一瓶活化剂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成型水。先倒入我们的白胶，套装里的白胶好像酸奶啊，没有那么粘稠。重点来喽，这副泥不需要加入任何甘油，只要加一点点水就能代替甘油，搅拌均匀，少量多次的加活化剂。我的故宫胶水已成型，它的柔软度简直超级棒，拉丝可以拉到天上都没有问题啊。我得力胶水成型也非常快，而且柔韧度不比你差哦。高质量史莱姆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搓泥的时候呢，能感觉这个泥非常强的吸腻，手指很难拔出来，这叫磁射。哇，吸腻好强啊，超级的有磁性。哇，超级清晰的奶油卷纹路。哇，随便起两下就有这么大的量了，卷一个奶油。哇塞，声音超级好听，比你炸100倍。起泡之后呢居然还不粘手哦，比起起泡量，虽然你的木工胶水手感不错，但它的起泡量真的是太差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还不是靠买的那个套装，根本不是靠自己的技术啊。那也是我会买呀，最重要的是它比你的木工胶水它便宜很多。